大家好，我是 YouTube 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，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24岁王一博又帅出圈了，穿条纹衬衫玩滑板，活力少年感好喜欢。一直以来，王一博的人气都非常高，不管是参加综艺还是出席活动，又或者是参演某电视剧，都能带来不错的成绩。王一博平时除了工作以外，还有很多特别的爱好，比如爱玩滑板，爱玩赛车，也爱玩飞镖，好像每一样都玩得很出色。一组王一博玩滑板写真，再一次 get 到他的少年感。身穿蓝色条纹衬衫，搭配一条简单的白 T 恤，一条浅蓝色的长裤，蓝色似乎是夏日里最清纯最自然的颜色。只见王一博一会儿在准备滑板的动作，一会儿皱着眉头思考怎么样玩会更炫酷。果然在王一博的世界里，给他一副滑板，他就能独自玩一整天，这大概就是独有的少年感吧。钟情于某一种玩具，一定要把它练习到最佳状态。穿着蓝色衬衫的王一博站在夏日里，真的太有感觉了，这次又帅出圈了。身后是一片树林，王一博这身夏日写真颇有氛围感，高挑的身姿，紧皱的眉头，帅气的脸庞，炫酷的滑板姿势，给人一种清爽干净的气质。见惯了王一博在舞台上的夸张炫酷造型，反而这种干干净净的蓝色条纹衬衫倒是显得清爽许多，一副活力少年感扑面而来，让人看起来十分舒服。此次王一博的夏日写真造型实在太帅气，蓝色条纹衬衫更是具有浓浓的少年感，马上要到初秋了，趁此机会抓住夏天的尾巴，感觉王一博这组写真都能拿来当壁纸。24岁的王一博既能在舞台上扮演酷盖，又能在生活中扮演热爱滑板的少年，这种治愈的画面真的太有感觉了。玩滑板的动作好像飞翔一样，眼前这位清清爽爽的大男孩，请停止散发你的魅力，的确太上头了。24岁的王一博在这组写真里给人一种朝气蓬勃的生命力，营造了清爽治愈的少年感。你喜欢这样的王一博吗？欢迎留言讨论。We'll be right back.